这次保总来台湾获得了很大的回响，我觉得这是在两岸交流上面一个非常好的示范，因为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大家共同可以承接的一个点。那么未来我相信我们可以从文化影视影剧这个方面来进行突破，因为两岸确实需要更多的民间的交流，需要更多的这些欢乐，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我们后续我们台北市影音工会一定还会继续来邀请，不仅是演员还有就是导演啊，我们都会去做这样子的邀约的工作。我觉得这种交流应该是大家可以共同认同的啊，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千万不要在这个上面去限制它。我跟大陆的工作人员演员都相处得这么好，而且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情感啊，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它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，没有差别的。